10月26日，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一段王嘉尔被粉丝撩的视频。在视频中，粉丝让王嘉尔说出墙、wall、眼、爱和膝盖、地的英文，嘎嘎很配合、很认真的说了来。突然意识到发音连起来是我爱你，李羞羞的笑了，真是可爱满满。王嘉尔，系墙啦、眼睛同埋膝盖嘅英文系右下咩啊？右下墙右同埋眼睛同埋膝盖嘅英文墙 wall wall 墙眼睛 wall 爱。膝盖，你好、啊，对对。对此，有粉丝评论说：“我也爱你，嘉尔。”也有网友表示：“粉丝真会撩，好有爱的小互动。”这位粉丝可以说是很调皮啦。芒果捞新闻被王嘉尔说我爱你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啦！报道。